田山公二公园的命名票选活动结果出炉了，网络票选和评审评分最高分的就是希望公园。接下来游淑珍透过直播公布了命名结果，也抽出了20名幸运的中奖者。游淑珍表示，希望公园将朝向多元文化性发展，带动亲子游憩、运动乐活、休闲小农市集，还有部落文化传承活动，希望可以打造吉安乡特色公园新亮点。吉安乡公二公园命名活动共征得有48个名称，不论是网络票选或者是评审评分，都是由希望公园获得最高票，因此公二公园将正式命名为希望公园。乡长游淑珍表示，未来希望公园将朝向多元文化与复合式功能来推广，希望可以成为吉安乡特色公园新亮点。公二公园即将功成身退，带来的是无限的希望跟圆满。在我们网络的票选以及委员的这样的一个挹注力量，一致的认为希望公园未来要在吉安路二段原来的这一个族群共融，而且花团锦簇跟车水马龙的地方，来成就吉安的希望跟未来，适性的运动、亲子的游戏场所，再过一阵子也会带来我们军事用的配备，我们的这个扫雷军车会挹注在我们的希望公园里面。我们希望无穷，在公务部门，不管是公所、农会、国小，我们的户政以及警消维安的单位，我们的卫生以及各项的公务单位在这里，希望在公务的一个繁忙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紧张之余，希望公园带来满满尽是希望。无论在何处，无论心境在哪里，我们都得到了最大的圆满，就是希望在这里。这一次命名活动总投票数达1100多人次，前3名可以获颁3000块到1000块钱的礼券，而20位幸运中奖者可以获得200块钱礼券。乡长游淑珍用直播方式电脑抽奖，乡公所会用电话来联络得奖者，并且用邮寄方式寄出奖项。得奖名单公布在吉安乡公所的网站，还有脸书粉丝专页。记者吕慧吉安乡报道。